主席致辞。哎，林馆长、罗副馆长、罗秘书长、咱各位局处长、本会林副议长、各位议员同仁、咱陈秘书长、各位工作同仁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大家辛苦了哈，林馆长领导的管护团队哈，推动管政哦，背起辛苦了哈，咱同仁哈，服务乡亲，复杂多元哈，我伫只慢慢要甲大家讲了哈，讲一声，大家辛苦啊，多谢大家了哈，特别今仔大家个无形中间一定都是尽了咱职责来参加这个咱宜兰县104年度的这个决算审核报告，同时嘛是咱今年度第三次的临时会哈。咱上重要是要来审核104年度的决算。初步咱了解吼，104年度吼。总预算大家拢了解是200亿啦吼，咱初步了解，咱泉州集团的结构吼，税入的部分吼，短收8亿啦吼，当然这是有特别的原因啦吼，包括平均地权基金的收入等吼，税出的部分吼，减少支出�啦，减少支出10亿左右啦，佮有税基剩余借5000万啦。就这个税出也是讲剩余的部分，不过是泉州真正是有咧欠啦吼，有咧欠，有咧欠，加减欠，加欠遐欠，嘛有可能是执行效率的问题啦，执行率的问题啦。所以各位当然会当利用咱这礼拜的时间，咱来甲县政府、甲审计单位、审计室吼，来深入来讨论、了解、检讨。同时嘛，作为咱马上吼，后过咱就要来审查宜兰县政府106年度的总预算啦，作为依据甲参考啦吼。再一道对管务团队林馆长所率领的团队的拍拼，甲咱当年的辛苦，表示慰问，表示敬佩的意思。多谢各位，祝大家希望咱这边的会会当真顺利来完成这个104年度的。决算审核报告，多谢。